好啦，今天的 Maple Land 出发，那我们去昨天那个神图，什么东六是不是？我们走起，直播可以飞我这，好哦哦，昨天那位大道，谢谢谢谢，哇，你56等了，你真的好扯哦，还是我抱他的腿，等一下直接去天使猴，可以，好啊好啊，等一下去天使猴啊，开心猎人哦，有啊，我只能说 AOE 都好爽哦，没办法，走上了这一条只有帅这个字的道路。先让我升个等，要升等了，各位注意喽。躲路 ，OK， very nice， 来喽，各位看好这个熟练度喽，现在是50熟练度，点三等，直接飙到60，来喽，绝对一下一只，真的不可能，不可能再有肥肥不能一下了，真的不可能 ，never， 真的有没有？全部一下。全部破千，这每一下都破千了，各位，太爽了，太爽了，就是这个感觉啊！哇哦，这速度就起来了，是不是？精通点完，有人说建议我先点个攻速，可能会点攻速，他们说其实差蛮多的，差不多要过去了。好了，加倍结束了，那我们就出发咯。哎，没人欸，所以哦，开练 ，Let's go。两下一只还能接受 ，Oh my god， 这个补太无耻了吧！你们有看到吗？太多层了吧？啊，我一个人，哦，真的，各位就说吧，我就是个累赘，跟着他走，跟着他走，我不如挂着。啊，你说我负责捡了？来，风毒野兽交给我，那个小的来就可以了。我顺便蹭一下，蹭一下那个回血。OK OK。我只能说我在拖累他的练等速度，说实在的，所以我就说吧，我来打猴子就长这样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想说继续打火肥肥，打火肥肥我看起来很强啊，但打这个就觉得我又没啥用啊。哎，好像是观众哦，怎么你也是个猴子？主播打我会掉宝，打我会掉宝，好，这样打到吗？这样打到吗？嘟嘟嘟嘟嘟，谢谢谢谢，哇哦 ，Oh my god， 哇、哦，喷饱了喷饱了，感谢感谢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喷饱了喷饱了喷饱了，哇哦，5张哎，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，还真的特地弄一个猴子，太狠了，可以点其他的猴子看能不能交易。好，我感觉他补一下加我一刀刚刚好哦，有没有完美配合？是不是？各位有感受到吗？我这也是汤森 damage， 就差没有 AOE 效果而已。今天是不是要穿帅帅去找露露？哦，所以吗？马萨嘎，难道要穿帅帅了吗？猴子要喷饱了是吗？来敲个几下。哇哇哇哇哇！这一坨这一坨。不是太爽了吧？我是不是要三转才有用的 AOE 嘛？是不是？哦，哇哦，喂，你运气是真好哎！原来是打这个掉的。哦，哇哦，谢谢谢谢，感谢，真的要变漂亮了，各位，谢谢谢谢，要变美了。哎，那我要变回那个样子嘞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风拳斜斩杀，各位，我只能说拿着这个拳套用斜斩杀，感觉好奇妙。看来之后势必要换一套了。以前有没有什么很经典的刀啊？感觉之后要去换一把刀，但不知道换什么刀比较好。黑精灵，欸，黑精灵全刃听起来很帅。好啊，晚一点去看一下。剑盾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再穿个剑盾呢。红色短刀哦。红色短刀是那个吗？就是有一个半月形的，是那个吗？那个也很帅。暮色黑刃 ，OK。哎，等一下就先看一下那个黑精灵全刃是什么。露露不在，露露在休息，也不一定啊，说不定他在工作。上次跨年他就上班到一两点了，也不好了解。那是当然的哦，因为他就那时候密我的，就是那个时候密我那几个字的，要再看一次吗？算了啦，不要再看好了。一直看那个字，等一下你们说我晕船，好，那你们可以答应我不要说我晕船吗？然后不要说我耳男，好。
那个时候 Happy New Year 嘛，两点多啊，他才说他下班呢、啊。OK， 好，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然后你们就开始说晕船了。如果校长开心，只要是有人对我说 Love you， 都很开心啊。哎，我真的觉得后面等级的怪不太会喷装哎、欸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不开玩笑，霍菲菲，我从前面打到现在没有喷过装，只有喷过一次28等的短杖。我的霍菲菲真的不喷装，倒是有喷玻璃鞋。拜拜。哎，我的钱掉下去了，你没有看到吗？哎，这种情况怎么办啊？哎、啊，如果那个是破碎刃怎么办？那到底啥鬼？还是它会掉到最上面？它就直接这样掉下去了，吓跳！吓跳，直接跳出世界。有钱掉下来，哎、欸，哇，直接掉到底哦！啊，你有看到那个钱吗？我也会在这层停下来。哭啊，完全拦不住他呢。还好不是破碎刃，我真的很怕，等下有一把破碎刃，等下有一把破碎刃掉下来，那个很痛呢。枫叶雨，哦，枫叶雨有黑精灵全刃是不是？我看一下，哦，那一个哦，那我比较喜欢赤玉短刀。那拿这个吧，我们左手拿赤玉短刀，右手拿剑盾。哎，露露吗？啊、哦，不是，还以为是露露。完了，我是不是中毒了？什么情形？没有，有点像，有点像啊。露露吗？嗯，不是。阿南，女的都露露。哦哦，谢谢。哇啊！谢谢谢谢，是这样送的吗 ？Oh my god， 第一桶金拿到了，谢谢谢谢，太狠了，帮你点个赞，今天还没点过，名声1:50万，来了各位，99.95了，要升等了，99.99 ，OK， 输了，升等了，好，那再来就是，我先点个攻速，看一下什么感觉，试试水温，虽然只有十秒，但还是可以看一下。现在是原本的速度，好，我要开咯，十秒，好，开了十秒。哎呦喂，虽然真的看起来还好，但是按起来很有感觉。我说实在，你们看我现在没有那个速度了，就尤其是按起来的感觉啦，那个手感差很多，确实真的是差在手感。好啦，那就点吧，走起。那加倍结束了，也差不多了啊。对哦，换点装哈，对对对，忘记了。好，换点装。好，看一下哦。啊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碎的，碎的。我原本说的就是这个。再来看那个剑盾，剑盾长啥样我不太晓得。我去看一下枫叶雨。哦，长这样啊。哎呦，过头，你们说一下、哦，因为还不是很确定。这个是幸运盾牌吗？哎，有吗？有过头吗？那看一下 RB 看有没有啊 ？RB 也没有哎、欸。哎哎哎，都没有哎、欸。他没有剑盾哎、欸。对啊，拿刀吧。这几把刀挑一下，呜、哦，哎，这个还不错，这个是枫叶系列的吗？这个感觉还不错，哎，看起来好凶哦。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哦，在这里，我、哦、这个也不错啦，算了，先拿这个好了。我们去游戏内看一下，呜、哦，有喽，双刀，走起，感觉就哇，我感觉好强哦，哇、哦，哎，里面感觉好强哦，我那把双刀看起来好痛哦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负比较大吧，真的。好啊，最后再换一下。Save，OK，、okay、哎，好像还行哎，这一把好像也还行呢、啊，但感觉刚才那个强一点呢。我这把红色的确实蛮好看的。OK， 好了，那今天就准备收工喽，收工喽。